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工作中和共事的同事相处之道非常重要。唐启阳就在《女人我最大》节目中，以开创、固定、变动星座为例，分析出12星座的在工作中不能踩的底线，供大家做参考。开创星座：母羊、巨蟹、天秤、摩羯。唐启阳表示，开创星座的人非常需要安全感。对母羊而言，冲就是安全感，但巨蟹、摩羯的安全感则是属于要有 SOP 标准流程。工作上会以大局为重，但如果没有团队中找到归属感，长此以往忍耐下来的话，会因此埋下地雷。开创星座图翻摄自 YouTube。 固定星座：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。唐启阳表示，固定星座的地雷就是真心不要给我换绝情，也喜欢有不满就直接说。当在工作上很认真的付出时，却没有被老板看见，对固定星座来说是非常伤自尊的事情。另外，他也表示，固定星座属于务实性格，认为把事做好最重要，做任何事情要符合比例原则，也讨厌工作上不认真的人。固定星座图翻摄自 YouTube。 变动星座：双子、双鱼、处女、射手。唐启阳表示，变动星座较多是性情中人，在工作上会很讨厌笨蛋，还有抢功劳或是其实根本不会还在那边装懂的人，会因此激发变动星座的战斗力。变动星座图翻摄自 YouTube。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